帮我设计一个看起来 premium 和新颖的 logo。 我们是一家连锁五金店，我需要有屋的 G 字母和友善服务的元素。我们要融入屋子和字母 G 的元素，更要看起来更高级和简化。从设计角度来看，圆角看起来更 friendly 和舒适。Before Give it to me like...往屋里添加一个笑脸标志，同时也突出这所高档次连锁五金店带来的友善服务。我们成功的要点就是帮公司找到品牌的定位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